较客气，比较礼貌一点。哦、你辛苦了，欢迎各位 podcast 的欧阳涵涵。
哎，好，手工也是一样，我握个手啦，跟老师握个手啦，对，要礼貌啊，妹妹们，妹妹们，学啊，虽然你们团名叫做我们也没有名字啊，但是稍微聊过之后呢，原来你是我们的 HRCBC 的 Cool 的成员啊，也是来自于华冈艺校的同学，是不是？好了，辛苦了，两位高中生加油啦！当然，对面呢这两位老师也不是省油的灯的啊，加油啦，是。好了，也是要看我们的评审老师如何抉择吧。这边是我们也没有名字，这边是我们的欧阳涵涵 battle guest， 一样 all the judges， three two one。等一下啊，OT， one more round， yeah， one more round， all right， DJ seven。我可有美癌这样子，不要直接握啊！好，辛苦了。这是我们的延长加赛，我们的 overtime， 算是我们女力的二对二的第一次的延长加赛啊，真的相当的厉害的。好了，到了我们评审老师啊，会选择是我们也没有名字，还是我们的欧阳涵涵的 old judge？ Three, two, one， 恭喜欧阳涵涵获胜！也给我们这两位来自于华冈艺校的同学一点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对。身为高。